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休闲的由来。古早的台湾社会，不管是闽南人或是客家人，都会为小婴儿在他满四个月的时候进行休闲的这个礼俗。那闲指的就是唾液，台语也就是休暖。通常这个目的主要就是希望小孩子他在四个月大之后，可以慢慢的就不要再流口水了。外婆呢也会为小孙女准备一些衣服啊、帽子、鞋子等等，希望她可以健康的长大，然后早一点学会走路。那我们来看看一下，想想的外婆有帮她准备一些衣服啊，然后有外套、有帽子的，然后还有鞋子跟袜子，希望她可以顺利的长大，乖乖的学会走路。还有就是这个礼俗呢，通常就是会为小 baby 在脖子上面串12个饼干。那以前的话是用激光笔，但是现在可能不太容易找得到，所以我和小爸呢就决定要到全联去找找看，有没有像类似像激光笔这种饼干，然后中间有洞可以串在脖子上的，做个简单的仪式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全联找饼干哦，找熊猫的饼干。好。想想爸选出了这个益美巧克力薯片饼干跟小宝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买我们最喜欢的益美巧克力薯片。我们买回来之后，就想想就睡着了。想，你醒了呀？醒过来了，那我们开始休暖喽。咿呀咿呀。好咯，我现在来把饼干串起来了，总共有12个饼干，要穿过中间，然后找横线，很重哎。最后因为这个饼干实在太容易睡得乱七八糟的，所以我们最后只串了6个，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利 go。 妈妈站一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，饼干太小了，你看这个饼干，你要怎么吃啊？想想，赶快超市，走这边，这边。我们要先，首先我们先邀请阿公，阿公来帮想想收暖。哦。哇！超市饼干啊，想想超市饼干。哦，来，来讲。收暖收滴滴。哦，收暖收滴滴的哦，我叫阿公，哦。来一个饼干。哎哎。对，按照他的。来，这个用大锅，等等等等，嘿嘿，一整块整块整块的，来，好，我帮你开你的，哦，啊，都是巧，都是巧克力，都是巧克力，换爸爸喽，哎，姐姐，都是饼干吗？来，哎呀，哎呀。小啊小弟弟，赶紧长大哈！哇！哇！都是巧克力，都是巧克力啊！啊，行，好。哇！小啊小弟弟，赶紧叫妈妈！走，我们现在去找阿妞阿妈。那什么，给我啦！我有请安盖的哈，我有请安盖哈。口水流干净，姑妈你说。啊，刚刚请安盖哟。他已经讲完了。我们那是要你们购买。对。哎呀。你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吃一口。那么就是想想，在5月5日，四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帮他做的。
修纳的一个仪式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